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a, bing ba, oh oh, sha, bing ba, hey, sha, bing ba, oh oh, so send she like hey. Produk atau satu variety yang boleh menjadi pilihan untuk semua lapisan pelancong-pelancong, sama ada yang berumur, yang sudah warga emas. 其实避雷中拥有非常多元化的这个旅游项目，那么比如说喜欢历史的可以去跟一些考察有关的地方参观，那么喜欢喜欢大自然的可以享受我们这里大自然有山有水的这个气氛，然后甚至很多旅游的项目其实是适合各阶层的人士，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尽情的在这里享受。 Mereka datang ke negeri Malaysia, negara Malaysia, mereka akan pertama akan mengunjungi negeri Perak. 对于黄桥有限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广西跟我们最大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在于大家都非常想要全世界的这个旅客。 去认识马来西亚跟毗邻中国这个地方。我眼前热的。 这个 party 拥有意义非凡的感动，牵着我的双手，释放出我们的冲动，直到下一个日落。朦胧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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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rsday.
放我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不停止也无所谓，大声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用一杯 chocolate 跟 Nail 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今次嚟到怡寶咧，就得到皇朝旅遊有限公司嘅安排啦，咁就帶領我哋成 team 人咧就去參觀怡寶啦，同埋金馬倫高原啦。咁其中每一日其實就有好多嘅呢啲咁嘅商家咧，各都好熱情，同埋啲美食都好好嘅啫。譬如好似你依個富山茶樓啦，佢啲點心啊各樣嘢都好有特色啊，同埋佢樓上嗰層又古色古香啊咁樣樣啦。咁跟住咧就係食呢度地道嘅一個麻菜雞啊，同埋白公雞飯啊呢啲咁又係。如果即係你係平時自己咁嚟咧，亦都係去唔到啦。咁又仲有又要去嗰個遊艇會啦、參觀啦，咁啊睇到個環境咧又好靚啦，同埋嗰個經理嗰啲又熱情款待啦。咁呢個温泉嗰度咧，嗰晚就令到個個都啊，即係流連忘返啦嚇。咁啊，跟住又去我哋又都有去到參觀個印度廟啊，咁又去個嗰啲。糖水街食嘢啊，又去過嗰啲咁嘅雜不楞買雜不楞店嗰啲購物店啊，好多嘢買嚟手信啊咁樣。咁又跟住去到金馬倫之後，亦都嗰個主人家都亦都係好熱情咁招待啦。咁就我哋喺可以幾十度入邊係唔使開冷氣，而係可以打邊爐嘅，而係覺得係唔熱嘅。咁呢啲咁嘅一一嘅風味風貌咧，喺其他地區亦都係揾唔到嘅。咁今次嚟到怡寶呢度咧，嗰、那個印象咧就深刻嘅就係呢度啲人都好友善，好熱情。嚇、咁同埋好似嗰晚晚宴咁啊，議員嗰啲都親自走出嚟咁樣樣招待各位啊，見各位啊咁樣。咁啊，總括嚟講呢個行程五日四夜咧，令到我諗各位包括我自己都係咧，個人都係來而忘返嚇。咁、就再喺呢段多再一次多謝就係皇朝旅遊有限公司，多謝。整個怡寶風景秀麗，四季迷人。是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里边的小吃这个琳琅满目，让人满足，这个回味无穷。尤其是怡宝的整个晚上的一个夜生活，它的酒吧街，它的这个繁华程度，以及让人欢呼它夜晚的魅力，
都充满这个期待和这个梦想。谢谢。这次的怡宝之旅呢，印象最深的就是昨天的金马伦之旅，然后这边景色真的很漂亮，玫瑰园啊，蝴蝶珊瑚啊，真的印象很深刻，还有草莓园，这么大一片草莓园，然后这么先进的种植技术，真的让我们受益匪浅。然后这一次在皇朝的招待下，我们品尝了很多怡宝当地的美食，印象最深的是就是在金马轮上吃的那个火锅，然后很特别，因为吃到的都是一些很原生态的蔬菜啊、瓜果啊，跟中国大陆产，虽然看起来的跟中国大陆的差不多，但是味道真的很惊艳，很喜欢。总之，怡宝这个地方，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还是风景，都非常好，让我非常惊喜，非常喜欢，我一定会再来的。谢谢。系我喺香港咁第一次嚟马来西亚，咁我感受到咧呢度咧嘅气候咧就比较想象之中唔系咁热，比较舒服啦。就同埋我觉得咧就第一日落机咧，我觉得就呢度嘅人嗰个态度啊，就好热情啊。咁我第一日落机，跟住去到酒店再夜晚食咗凉水咧，或者身体咁热啦，系嘛？就覺得同我哋嘅飲食開嘅唔同，好清新嘅嘢食落去啊！就但係我印象中第喺我哋第二日再去嗰個温泉夜晚啊，我哋就相對就玩啦，然之後就跟住再第二日再去一間好有特色嘅茶樓啦啊，啲點心就相當好食啦，就。印象深啲就係嗰個金馬輪嗰度啊，就覺得嗰個舒服嘅感覺咧，就同我想走嘅就係啊，就整體咧，我覺得喺呢度嘅旅程相當之開心，同埋仲喺度退休仲好啲，係啦，可以買下樓啊啲，樓又唔係太貴，係啦，呢個係我嘅感受。今次嚟到怡寶咧，各個安排。包括食物啦，或者旅遊咧，樣樣都係非常之滿意，亦都係好能夠感受到馬來西亞嗰種熱情啊，同埋嗰啲咁靚嘅氣候啊。唯一話最可惜就係而家咧，我就要留喺香港啦。咁啊，欣賞唔到、品嚐到佢哋呢度嘅榴蓮。希望我下次再過嚟嘅時間，可以或者係留翻呢個機會，等我下次有個理由嚟到怡寶再食佢嘅榴蓮。我對怡寶的那個印象非常好。總的來說呢，首先就是這裡的空氣非常清新，然後呢，走在這一個路上啊，走在那個城市的街道的話呢，感覺非常的舒服。第二的话呢，就是那个怡寶的绿化也感觉非常的不错，就是会有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那怡寶也是那个马来西亚有名的那个美食天堂。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皇朝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反正就是品尝了怡寶当地的美食。那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芽菜鸡喽，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个芽菜会是那样子的，一个胖胖短短的，样子非常的可爱，而且尝起来的话呢也很脆。那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其实怡宝整个城市感觉都很不错，旧机场那一片范围的那些都是南风貌的建筑的话，我非常喜欢，因为非常的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种独特的风韵在里面。那凯怡宝的话呢，大家都是很爱啦，因为非常的漂亮，风景非常的好，而且还会有一些一段挺有意思的那个传说和故事啊，走在里面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又非常的好奇，印象很好。总之呢，我非常的就是感谢，就是这一回能够得到机会来到怡宝，那希望那个皇朝，希望怡宝会越来越好，谢谢。嗨，你好，我系阿 Sam， 来自香港，我有幸被公司指派入职参加呢一次活动。奠定了桂江公司和皇朝公司合作的歷史時刻，
咁我喺度好忠心恭祝佢哋咧，業務繁榮，以後嘅生意會做得大。咁通過呢幾日受到皇朝公司嘅熱情感動，我哋到參觀旅遊咗馬來西亞嘅一啲地方，深感到呢度嘅風光如畫、風土人情、友善而親切。我喺度考慮，如果日後適當嘅時候，亦都有考慮準備喺呢邊安家樂業，喺度定居，成為馬來西亞嘅一份子。我喺度好衷心咁感謝皇朝公司喺呢次嘅款待同埋周詳嘅安排。多謝。